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它的操控特性，行车大幅度改善前后轮的配重比例，在连续弯道中，前轮不会有轻浮难以掌控的情形，把手的回馈力道也相当扎实，不会过重。更进一步地说，新的悬吊设定在弯道的处理相当令人安心，使 150cc 的动力更容易操控。在实际与设计员访谈后，我们了解到新车的造型以跑车的空气力学作为启发，在设计上以镂空的车壳作为主元素，带出骑乘时的空气流动感。独特拆卸方式也用于车头，并加上多层次的面板，非常具有视觉上的效果。新一代的车款将手把角度往内旋转5度，这有助于骑士将重心更集中于车辆的中心线上，配合阶梯式环抱的坐垫设计，提供骑士充足的骑乘空间与舒适的支撑力。